观世界，看中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欧洲卫视《寰宇天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十四号说，中方对美韩军演动向表示严重关切。他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形势高度复杂敏感，有关各方都应保持克制，多做有利于半岛和平稳定的事。 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韩于十三号至二十三号举行规模、时长远超历年的“自由盾牌”联合军演，强化美韩应对朝核威胁的联防态势。近期，朝鲜对外频密发声，要求美韩立即停止挑衅言行和联合军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表示，朝鲜半岛形势发展到今天，症结是清楚的。 有官方拒不回应朝方已采取的无核化措施，反而不断加强对朝施压威慑是主要原因。汪文斌说，当前半岛形势高度复杂敏感，有关各方都应保持克制，多做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据分析人士称，在美国两家主要银行倒闭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局因其加息政策与高通胀作斗争而陷入尴尬境地，这在全球市场上引起了震动。上周五，总部位于加州的一家为初创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银行——硅谷银行倒闭，原因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积极加息，损害了该银行所持债券的价值。该银行还受到了存款挤兑的冲击。 两天后，位于纽约的一个加密货币行业的关键贷款机构签字银行周日因类似的系统性风险例外，被州监管机构关闭。分析师表示，继续提高利息可能会加剧银行业的动荡，而如果不提高利息，通货膨胀将会导致经济崩溃。 自去年三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将其基准隔夜利率提高了四百五十个基点，但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二零二三年二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百分之六点零，比一月份收窄零点四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被降温，但仍远远高于美联储百分之二的年度通胀目标。 市场观察报称，现在美联储面临着停止加息的压力，至少在硅谷银行倒闭的后果更加明朗之前，一些人担心，如果美联储坚持其计划，更多银行可能会屈服。然而，二月份核心通胀率仍然强劲增长，使得美联储现在更难暂停。 周二，穆迪评级机构将美国银行系统的前景从稳定降至负面。该机构将倒闭的签字银行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并在决定下调六家银行的评级前，考虑将其列入审查范围。全球市场也受到了美国银行破产的打击。在对危机蔓延的担忧中，日本基准日经股指周二创下三个月来的最大跌幅，因为投资者担心美国两家主要银行的倒闭会带来进一步的影响，银行股被抛售。 有二百二十五只股票组成的日经平均指数比周一下跌六百一十点九二点，或百分之二点一九，收于二万七千二百二十二点零四点，为十二月二十号以来的最大跌幅。许多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金融界对硅谷银行的关闭感到担忧。在被披露在硅谷银行有存款的亚洲公司中，日本的软银集团可能是受影响最大的。 日本媒体称，许多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的日本金融机构担心会受到硅谷银行关闭的打击。媒体报道援引内部人士的话说，欧洲央行关于加息五十个基点的计划将在本周的利息会议上面临更大胆的反对。根据英国食品标准局的最新调查，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费用激增，英国的许多家庭被迫减少了食品消费。 根据调查，受生活费用危机的影响，百分之十五的受访者说他们在二月份不能及时吃到饭，而百分之二十七的受访者说他们缺少食物，而去年十一月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一。调查显示，近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二月份至少有一次削减了日常必需品，花费了储蓄、出售了财产或者借钱来支付基本费用，包括水电费、杂费、学校费用和药品。 英格兰的初级医生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从周一开始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以抗议工资和工作条件。在政府资助的国家卫生服务系统中，有大约六万一千名初级医生，占所有医务人员的一半。国家卫生服务系统警告说，罢工可能影响慢性病的治疗，癌症手术的等待时间也将延长。 随着高通胀和生活成本的上升，罢工浪潮已经袭击了英国的所有部门。英国一些地区的大学工作人员和救护车人员在二月份进行了罢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当地时间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美国门洛帕克，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公司元宇宙公司表示，计划裁员一万人。当地时间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美国蒙特利公园。 美国总统拜登在圣盖博古西区的男孩女孩俱乐部讨论他为减少枪支暴力所做的努力。以上就是本期《寰宇天下》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还可以登录欧洲卫视网站，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主页。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